其實我知道咧，好多朋友咧對 TVB 嘅舊嘅電視劇集啦，都係好吸引佢啦，同埋好有回味嘅感覺嘅。但我真係大力推介 TVB 嚟緊嘅新劇，投資方面會越嚟越大，而且內容仲越嚟越廣泛。只要你睇住 TVB 嘅電視劇集或者資訊嘅節目咧，就好似同社會嘅脈搏聯繫咁樣，冇得輸。係啊，出年咧真係好多好勁嘅劇啊，蓄勢待發啊。其實好簡單嘅嘢，大家只要有 Anywhere， 咁就可以每分每秒隨時隨刻都可以睇到 TVB 每一套嘅好劇同埋好嘅資訊嘅節目。